老师，中午好。你好，黄俊，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还以为开学了，真的是，哎，还是上午。恭喜两哎，是不是2个星期以后你们就来了呀？不太清楚，那个老师说29号让我们重新再选一次，说要上网课还是来学校？那如果哎。让你选，你是来呀还是不上网课呀？我一直都是选来学校啊。哈哈哈，哎，二十九号不是星期一吗？29号再选，来不及吧？得二对，十九号之前选吧。比较民主，哎，民主也挺好，终究是我哎，一人开绵薄之力了。你打完疫苗就行了，关键是你打完2针疫苗就可以来了吧？你不打疫苗肯定不可以来嗯。呀。啊，你再等一下吧，看一下。你们班其他同学，这开学第一天来不来？没关系啊，邓梦琪来，对吧？我不知道啊，我希望邓梦琪来啊。给我来个泰国学生吧，也行啊，是不是？行吧。今天前面4节课除了王美美没有看到以外，其他都好像来了，好像是。但是我的科吧就不一定了，我跟你讲，像我这种科目，我也有自知之明的，你知道吧？嗯，是吧？哎呀，相比较之下，你们班学生是不是还比较听泰国老师的话，是吧？怎么说呢，老师？不一定是吧？嗨，不管怎么说吧，来了就好，是吧？来了就好。你好，邓梦琪。你好，老师。哎，邓梦琪，哎，please open your camera 啊，让我看一下你。好了，你来了就这。行了，你来就好。我希望一会儿来的学生多一些，但是我也只仅仅是希望啊。反正呢，你们来呢，我就给你们记一上；不来也就也变相记上了，谁来谁没来是吧？最后算考勤呢，就自己看着办好了啊。好，那就这样啊。好，Good morning, students. Today we will study this book. 你们有书吧？都有书吧？Do you have book? This one, purple one. 这个学期我们有用了，这一本啊，而且这个学期你们由于要考试，对吧？高三了，肯定会有一些时间上的变动，所以按时上课啊。到时候提前呀，干什么呀，或什么结早日结束什么的。你不来，那就真的算是不来了。好啊，Today we will study lesson one 啊，Open your book lesson one，战胜命运的孩子。好啊，战胜命运的孩子，Page two warm up。warm up 很难，very difficult 啊，but we just exercise listening is okay 啊，listening is okay，好啊，来 part one 啊，这个 Mary the girl 啊，listen to me I read 啊，学习汉语是我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I speak 啊 three times. Tell me 这个 please write down Chinese 啊。哎呦，这是谁呀？这么漂亮，New Hello 啊，Very good. Your photo is so beautiful. 哎呀，周初夏，哎，我你这张照片也太好看了吧？啊，This photo is very beautiful. 行了啊，周初夏，please open your camera 啊，open your book，page two 啊。Next，学习汉语是我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我总是有点害怕学习一门外语。但是当我开始学习汉语时，我才发现自己很有语言天赋。
我很快就能跟别人用汉语进行交流。交流，交流，我真为自己感到开心、骄傲。你们不会写，所以我换了一下，开心啊！我真为自己感到开心。我意识到学习一门外语真的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真的不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真的。好啦， please tell me your answer. Don't need to read all. Only tell me your answer. 来，东方奇 ，Number one is she. She 对，是 Number two is OK. Number three. 才好 ，Number four. 交流 ，Number five.开心 ，last one， 真的 ，OK 啊，好 ，Part two boys 啊，那个两个男孩照片的那个，你好，刘志杰，那个打开书第二页，热身运动啊，听力第二块，大卫那个啊，第一块完成了啊，看第二块，好，开始啊，第二页。好，开始。What's it? 第二 page two 啊。Thank you. 啊 ，the second part one finish 啊 ，don't need to care。中间那个啊 ，part two boys 啊 ，the picture is two boys。我和哥哥是一对双胞胎。双胞胎。双胞胎。我们两个人做什么总是在一起？我们两个人做什么总是在一起？两个人。每当我遇到困难，总是找哥哥帮忙。在十五岁时。我们分别考上了不同的高中，才第一次分开。分开也许是件好事，因为我们都能变得非常独立。上高中之后，我发现自己一个人也可以解决问题，好，干都写下来了吗？告诉我每个空是什么啊？第一个写什么？双胞胎。好，第二个。两个人。啥？两个人。啊，好，第三个。在第四个，分开啊，第五个，独立，last 最后一个，解决好，最后一个啊，王芳啊 ，the girl 啊，我有点内向。不喜欢与别人交流，甚至跟自己的父母也很少说话，有一天学校开家长会，老师当着全班同学和家长的面表扬了我，说我是班里最好的学生之一。从那以后，我变得很有自信。人也渐渐开朗起来，
人也渐渐开朗起来。好，东方琪 please tell me your answer. Number one. 内向。OK, number two. 喜欢。Number three. 甚至。好 ,number four. 嗯。啊没关系啊。干 ,number four 是什么表扬啊，表扬啊，好 ，next 的东东琪，我变得很有对，好 ，last 开朗，好啊 ，next 啊 ，three questions， 就是哪个人 ，who is 老师的表扬让我变得开朗 ，who 与哥哥分开让我变得独立 ，who 学习汉语让我感到自豪那个。很简单啊，干，给我答案。嗯。第一个是谁？玛丽、大卫还是王芳？是大卫。第一个老师的表扬让我变得开朗起来，谁呀？啊，王芳。啊，王芳啊，好，那个东方琪。谁与哥哥分开让我变得独立？谁和哥哥分开？和哥哥分开的是谁？是玛丽还是大卫 ？Mary or David? Who? 大卫。哎，大卫啊。那最后肯定就是 Mary 了 ，Mary 学习汉语，对吧？好啊，这个是 warm up 啊 ，page two。好 ，next let us study new words 啊 ，page four。page four look at new words 啊 ，pay much attention to my pronunciation 啊 ，listen to me。命运、弹琴、理想、音乐家、美术家。不幸，聋，失明，伤心，埋怨，公平，比划，坏，改，道理，避免，干扰，专心，果然，感谢，堵塞，道路，来，那个 new， 读书下 ，one to eight， 东梦琪 ，nine to sixteen。干 17 to 22 啊 ，read new words 啊，中书下 read 1 to 8。运，โชคชะตา，ทานฉินเล่นเปียโน่ลี่เฉียง，อุดมการณ์ยิมเย่เจี๋ย，นักดนตรี，เหมยชุยเจียจิตกร，มู่ฉิงโชคลาย，หลงหูหนวก，ชื่อหมิงตาบอด。好，来，东方琪 ，9 to 16。伤心，埋怨，公平，比划，坏，改，道理，避免。OK， 干。干扰，专心，果然。谢堵塞道路。这个学期啊，这个看一下啊，这个 grammar， 因为全都给你写上了，所以呢就很好。来，红俊，你会读泰语吗？以后后来你把那泰语会读吗？我刚才一直在找着，还没查明白，还没查完。啊，这个不是以后后来就这个以后能讲？不是，我是说这个 grammar 啊，这个语法，他这次全都给你用泰语给写出来了，你能读一下吗？以后后来泰语的这个找到了吗？第四页。老师，我这个。
啊，找着了吗？没找着，没关系。干，你找着了吗？这一块，这个泰语很小的字，给我读一遍。เป็นคำนามเหมือนกันแต่ต่างกันตรงที่คำว่าอีโก้สามารถวางไว้หลังคำบอกเวลาหรือกิริยาวลีหรือใช้โดดๆได้ส่วนคำว่าโฮไลนั้นจะวางไว้ต้นประโยคและสามารถใช้โดดๆได้เช่นกัน好，关梦琪读一下最后这行，最后也这个泰语。第四页最后一行的泰语。刚刚你告诉段梦琪在哪儿呢？第四页最后那个泰语。第八页把它出台。嗯，นอกจากนี้คำว่า以后สามารถใช้เพื่อบอกเหตุการณ์ทั้งในอดีตและอนาคตส่วนคำว่า后来จะใช้ได้เฉพาะเหตุการณ์ในอดีตเท่านั้น好下面第五页第五页著名有名那个红俊你能读那个泰语吗老师我还读的不太顺没事那就你有中书下读一下 page 5这里帕萨泰著名เป็นคำคุณศัพท์และใช้ขยายคำนามได้เหมือนกันหมายถึงมีชื่อเสียงแต่คำว่าอะไรอ่านไม่ออกจะใช้ในภาษาพูดส่วนคำว่าสักอย่างหนึ่งไม่ใช่เป็นทางการนอกจากนี้ระดับ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ของคำว่าจะมามากกว่าคำว่าติ๊ดติ๊ดติ๊ด你把那个中文给我跳过去了是不是全都你真行行那个谁可以啊你起码知道在哪儿干你再给我读一遍麻烦你再读一遍เป็นคำคุณศัพท์และใช้ขยายคำนามได้เหมือนกันหมายถึงมีชื่อเสียงแต่คำว่าโยมิมักจะใช้ในภาษาพูดส่วนคำว่าจูมิใช้แบบเป็นทางการนอกจากนี้ระดับ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ของคำว่าจูมิจะมากกว่าโยมิ好啊谢谢啊下面这个 this semester 啊这 grammar like this have me pass Thai 啊 so it's good for you 啊好 next please look at my PowerPoint Lesson 1 战胜命运的孩子 This is a story Maybe you heard before、But this is Chinese 这是中文版所以啊 page 3 Sorry 啊来 look at the page 3 啊 Chinese 战胜命运的孩子 Please copy new words because last one have reading test 啊来 I give you 2 minutes Please copy the first paragraph老师来到 English This, oh, sorry 啊这个 Chinese 啊 Chinese PE 啊这个 today's homework is copy new words 啊 page 4今天的作业是抄写第一部分这个生词第四页啊 who finish take photo and send to me in line
从今天开始写作业，然后给我，你就有分数了啊。下个学期已经开始了 ，semester to begin 啊。So give you score and especially your grade, your grade 12。然后就是有的事情会提前结束啊，或者是给成绩啊什么的，所以你们要按时交作业 ，submit 啊 ，hand in your homework on time。干，这篇故事泰国有没有以前有泰文版？是真是命运？有吗？就是一个耳聋的，一个眼睛无形的，他俩换了一下专业，没有是吧？没有哈、啊，没关系，对对对，没关系，那我们学中文版吧。OK， finish 多梦琪。No。嗯，周初夏 finish。No no no。多梦琪 finish finish 啊啊，多梦琪 please read the title and this paragraph Chinese。战胜命运的孩子，有两个孩子，一个喜欢钢琴，他的理想是当一名音乐家。一个喜欢画画，他的理想是当一名美术家，可是不行得很。想当音乐家的孩子，突然耳朵聋了；想当美术家的孩子，忽然眼睛失明了。这两个孩子非常伤心，埋怨命运不公平。啊，这个啊，有一个啊，你们的书上这个是弹琴，是弹琴，但是我写的是那个钢琴啊，其实意思是一样的，能明白吗？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啊。应该是弹琴啊 ，play the piano。好啊，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啊，来，战胜命运的孩子，那个命运是 destiny or fate， page one。那战胜是什么？战胜就是那个泰语怎么说？战胜干。
เอาชนะ就是你的命运本来是这样的，但是你不想屈服它，然后你就偏要逆着它来，就战胜这个，就是一个 difficult 的很难很难 difficult 的词词 ，but you overcome 就是你克服它了，这么一个，就是 there are two kids, two children， 就是有两个孩子嘛 ，there are two children， one is 巴拉巴拉巴拉 ，another one is 哒哒哒哒，好 ，look at this 啊。一个喜欢弹琴，弹琴 means play the piano， 一个 means one of them likes to play the piano， another one like drawing pictures， draw a picture， 他的理想呢，那个 who wants to play the piano， his dream is 音乐家， and who likes drawing pictures. Her dream is 美术家。啊，我看一下啊，啊 ，Number four is 音乐家 ，Number five is 美术家。懂了？可是 means but however， 不幸的很，就是 very unlucky。Lucky is 幸运 ，unlucky is 不幸，不幸的很。Unfortunately 吧，就是特别不幸运。想当音乐家的孩子突然而得了。These people who wants to become to play the piano, A, he cannot hear anything. Another one who wants to draw a picture. A, this这个 child, her or his eyes cannot see anything.然后呢 ，like this, they are very very sad. So 埋怨，埋怨 is 有吗 ？Number ten new word. 哎呀 ，this is on fire. 这是不公平啊 ！The destiny, the fate. 这个 on fire 特别伤心，懂吗 ？This is a story, not difficult. Do you remember? The meaning is like this. Very easy.等会儿啊，就是这个 two children, one likes to play the piano, another one like drawing picture. 你没有这个 I 啊 ，to be 啊 ，to be。懂了啊，那我们一句一句翻译，好吧？一句一句翻译。好，多梦琪，你来先试一下。有两个孩子，一个喜欢弹琴，他的理想是当一名音乐家。帕萨泰巴拉来，多梦琪。There are two English meanings here.There are two children. One like use translate stop here. มีเด็กสองคนคนหนึ่งชอบเล่นเปียโนความฝันของเขาคือการเป็นนักดนตรี好那个另一个 New 周初夏 Do you understand this? Translate 帕萨泰Another one likes painting. His dream. Could you translate it? 周初夏啊，คนอื่นอะไรวาดความฝันอะไรสักอย่างไม่รู้ I don't know. 哎呦，行，红俊，红俊，你把这个另一个想当美术家那个翻译一下。一个喜欢画画，一个能画画路，他的理想是当一名美术家。宽盘空头跟边，那好，干，你翻译到，干，你从但是开始，不幸的很，你翻译到这儿哈，就是想当音乐家的孩子听不见，到这儿，我出点力，就听见，
哎，怎么听不到你说话呢？詹，你再重新说一遍，完全听不见呀。Fortunately, the child who wants to be a musician suddenly loses his hearing. แต่โชคร้ายที่ว่าเด็กที่อยากเป็นนักเล่นดนตรีเขาหูหนวก好，然后多梦琪，你翻译到这儿哈 ，stop here。Another one wants to be 这个，但是他却看不见了。Could you translate this? Chinese is 想当美术家的孩子忽然眼睛失明了。来来来。English is here. The child who wants to be an artist suddenly lost his sight.王老师，啊，那最后那一句，这两个孩子非常伤心，埋怨命运的不公平。东梦琪，你会翻译这句吗？最后这一句，可以吗 ？They are very sad.And complain about the unfair bad fate. Pata, tai, how to say? Dek Tang Song Kun. Dek Tang Song Kun, Jet Jai Ma.是不是差最后一句？抱怨命运的不公这句不会翻译。干抱怨命运的不公平，泰语怎么说？เด็กทั้งสองคนเนี่ยรู้สึกว่ามันน่าเศร้ามากแล้วก็บ่นว่าชีวิตเนี่ยมันไม่ยุติธรรม好，完了啊 ，listen to my question 啊 ，number one。想当音乐家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看你的书啊，敢告诉我，想当音乐家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什么？没听见？男孩子。想当音乐家的是男孩子，谁告诉你的？你看看那书，上面那个他是哪个？是女孩子啊。Because Chinese he and she is different, so she her dream is 音乐家啊。那同样，多梦琪想当美术家的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刚帮我把这个问题翻译给段梦琪，想当美术家的。คนที่อยากเป็นจิตกรเนี่ยเป็นผู้หญิงหรือผู้ชาย是 boy or girl boy boy 啊对想当美术家的是 boy 啊想当音乐家的是 girl 啊 pay much attention to Chinese 啊 male and female is different Chinese character 啊好了啊那个什么今天我们先到这里啊然后 today's homework is copy new words 啊 page 4 who finish send to me 啊用新的本儿好吧好 see you tomorrow 啊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students 拜拜再见啊 see you tomorrow 拜拜